你呀，应该继续谈恋爱吧？什么谈恋爱？大仙儿，你又把自己搞伤了。我就知道是你。我帮你吧。好吧。哎呦，疼不疼啊？疼！哎呦，疼疼疼！啊。好冰啊！给点啊！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怎么，我们秋园现在还学会害羞呢？谁害羞了？还能不能愉快？行了，你就一条腿，你就别蹬我了。一会儿荒郊野岭的，我上哪儿给你找轮椅去？呸呸呸！什么轮椅？我只不过是撑了一下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看我都能站起来，我还可以蹦的。哎呀，你就别蹦！秋园干活了，秋园。那个漂白的差不多了啊，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慢点。哎，来一个。要不爸爸给你讲一个小美人鱼的故事吧？怎么说话呢？兄弟啊，专利啊，不太方便参观。当然当然，我都理解。那我先回去忙了，你加油啊。那我可以看吗？你啊，应该继续谈恋爱吧？什么谈恋爱？我那是差点摔倒了，他扶我起来。偶像剧啊，偶像剧啊，偶像剧要有背景音乐啊。哒啦哒啦哒。我们从小就认识了，什么偶像剧？那也应该是天线宝宝。好，误会了。啊？误会了？那我可以看着了。不可以。可以，我的早知道，我愿意让谁看谁就看。看一下，漂白过后要先去掉杂质，然后呢？我的天哪，好像不太对啊！怎么了？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来，你拿着。这才是正确的。那这区别好大呀、啊！区别大。这两个一个是红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，腐烂的程度都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一个是红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，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你就当我是有透视眼吧。啊？你是说你能通过颜色辨别出区别？就算是吧。红色的，蓝色的，神仙啊！